现在我就是省钱王来，没关系哈，因为那个省钱王是人家给我的，为什么？他还喜欢发明东西，还有我发明的东西很实用的。那你看，因为我最近呢市面上买各种磨脚的东西，电动也有，没有电动也有，但是呢我感觉他们呢好像不太适合我，我觉得不好用。为什么？我的皮肤从小到大是干燥的，尤其是你的脚常常都你的脚你的离开的离开的，所以变成呢我常常都有一定要磨磨磨，没有磨的时候真的很惨的。一出到外面，因为我们喜欢穿拖鞋，不喜欢包住，很不舒服。咁啊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，哎呦，都不如，有冇第三个发明？真的很惨啊！以前没有发明呢个东西的时候，人家告诉我才知道有。后来每一次下雨的时候，当你裂痕裂开流血的时候，很惨啊！啲水弄到只脚很痛。痛到你哇！有一次，我记得我上楼梯，为什么我40多岁，我的脚好像很酸痛呢？就是因为我就找不到原因。后来我发觉，我自从我用了那个方法咗之后，哦，我的膝盖完全没有痛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后来 try 到，很简单，因为我的脚那边很多小小的血管，如果我们爆开来裂开来呢，它就会露出来流血啦，断了的筋啊，咁啊啲血通不到你的脚，你动痛就会走出来了。所以当我发明呢个东西，然后我自己怎么保护它，没有伤口露出表面，还有我等一下我教上你怎么用，真的蛮管用。用了咗之后，第一，我的脚不怕外面的水沾到会痛，但哦，我整年都可以穿拖鞋，我也觉得这个方法真的真的，我觉得很好用，我用了差不多有整7、8年了，所以我真是很有着新的发现，所以我就很决定的会告诉你们会怎么用。这个发现呢，买都买不到的。就是因为我自己无意中有一天发明的东西，咦，为什么那个东西有，咦，然后自己不妨试试吹一下，哇，弄出来的效果顶呱呱。它好用处是哪里呢？因为我用那个东西就首先就软软的塑胶来的，所以它当我磨的时候呢，它更柔软，所以那些脚呢，啲弯脚啊，啲整个脚呢，同埋我重心就里面可以磨磨磨它，它就会感觉到很舒服、很迅速、很快，它就将啲死皮磨掉。所以呢，变成我觉得外面买的产品完全没有我那个发明的功能在里面。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功能，第一省钱王，我就是第一啊。它的市面上是没有得买的，就靠我自己的发现的。OK， 我今天很简单，不用详细告诉你了。OK， 我们今天准备什么了哈？那这里有几张的沙子，几张沙子呢？有粗的、幼的，看你喜欢的哈。因为太便宜了，没所谓几张啊，我买错了没关系，买了再买再 try 没关系，很便宜的东西，真的很便宜，不是？尤其是那种东西是我朋友的孩子不要了送给我的，我很开心。 OK， 然后呢你准备我适合我自己，感觉那张沙子比较适合我的。 OK， 我就拿张沙子，那个就是一种图案，但是我们需要怎么做呢？咁我觉得形状不一定重要，最重要你自己拿起来比较舒服，比较是顺的就最好的了。 OK， 要怎么用呢？ OK， 很简单。然后我们首先呢就准备一个那个形状先啊，那个形状是什么形状呢？啊，我 try 到了，倒不如 OK， 我这个剪了先，这个剪了先。咁啊，我立刻 decide 到来了，为什么？我自己的需要的东西，所以可能比较快了哈。
咁啊，然后呢，我就拿起来，我就这样感觉这样，好舒服，OK，我就不需要怎么带宽，OK，我可以落稍剪一下，OK，稍剪一下，多余的没关系，丢一旁先。咁啊，然后那个东西就想怎么简单，OK，我很喜欢乱乱 try 的，OK，很简单，OK。然后将那个我喜欢那个形状的比较适合，为什么有个勾勾呢？就是很简单，那只手当我磨的时候推的时候，它可以顶住锁住我只手，不会那个东西陷下来，所以磨起来很舒服，很舒服。所以我们首先就准备一张砂纸，我适合用的，我喜欢那张砂纸。咁啊，然后呢，一支笔，咁啊，然后。我猜那个形状，然后然后怎么着？剁好了，OK。我将它这笔，OK，凹出来，挖出来，OK。然后挖出来那个形状，就出来了。没关系，好像不太清楚这笔，没关系，我拿这笔比较有颜色的，就是这笔，OK，最快一下，因为这笔颜色不太好。咁啊，然后呢，我最这样持续咁样，捆住个边，我很孤寒嘅，我很吝啬嘅，我就喜欢神得到咗就神噶啦，所以我也是一点点都会升起来嘅，就是神请我一种坏习惯。OK，然后呢，我将它挖出来，然后剪，跟住啲曲线来剪，继续剪，OK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因为做得快，它不美，所以我做的时候也是蛮小心，好多弄歪的东西，你们看得也不清楚，没关系，OK，那我将那个东西，已经剪好了，OK，很快，然后将那个东西，扔了，又怎么样？就是这么简单，咦，我剪错了，为什么？公公公不可以公那边了，你说，就是一时大意就没有注意，OK，没关系，最来的一张，我就最这边，因为我准备是连呢度的，所以我最来过一张，我来过一张，就是很简单，要贴住那边来，有啲时候所以做东西呢要蛮小心，就是一个原因，我们一时之间做错了呢就回不头，过没有得回头了。所以我持续要画过一张了，OK，没办法 ，OK，我要比较快一点，比较快一点，画完咗之后，OK，画完咗之后，我唔好浪费时间，我快点将那个图，OK，剪出来。剪去买，因为那个东西很便宜，真的很便宜。还有你喜欢什么形状也可以的，很简单。然后，咁啊，那个符不符合先？符合了。为什么？那度有粗的，那有滑的。我当然那个粗的，当然从滑方面，连上面高就比较适合了。OK，咁然后呢？我觉得很想大一点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放上面稿子，我放了上面稿子，上面稿子不用这么快乐的，也是可以那样很随便，剪一下。细沙袋，OK，我最黏一张，最黏一张，咁然后我觉得这样比较麻烦些。
蛮聪明的哦，对。然后这一年，在我就全部啊，就那种沙棘连到网线，然后我拿把剪刀，将它刮一下，容易不浪费时间。气得蛮紧，哎呀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OK， 其实你一点点我也不放过的，也跟着粘的，因为粘到紧张，沙子要粘到玩嗰种双面胶纸，先至令它容易粘住嗰块胶片。然后呢，我就将这个东西啊，一点点又补一下，然后呢。将我那个刚才那个滑的粗的这上面滑的一定要这样连在里面，连在里面。咦，我觉得有点凸出来，剪得不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这么收解一下，收解一下，收到它，你还没满意了。收剪一下，哇，你说快不快？其实你做多几次，很快完成一个，可以啊，随时问也可以。我不喜欢那个形状也可以，那那个东西就完成了。为什么？那个东西后面呢，最后呢就用一面就好了，两面呢它比较硬冰冰，最后给它柔软的，给它软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为什么我发明的东西觉得它很好用，就是。因为那个东西市面是没得买的，其他还用木了、塑胶了，就块板比较很磨起来很硬邦邦，好像不适合你的脚那种弯位。为什么？如果我扎进的东西有个窝，我可以推的时候，不会令到它，不会令到它有一点点，走位置。OK， 那我示范给你看，不用怕了。OK， 咁真的脚。我的脚呢很会弹的，咁啊，呢胶纸以前我照过胶纸，我知道噶，不过没关系啦，我示范给你看先哈，磨，为什么它软比较好呢？它有一种走位置，它有个重心在这里面，它完全不会吃力的，很舒服。磨完的脚都之后呢，啊，你感觉很光滑啦。咁啊，里面的死皮呢，你可以不怕人家的吹一下，吹一下。如果你怕。最后拍一下，搵条衫一下拍一下，它就好干净。我只搵个扫帚扫一下也可以。OK， 咁啊，我一只脚粘好了，拿只胶纸，一种纸嘅胶纸，唔用塑胶胶纸。咁啊，然后咧，将我磨好的脚啊搣一张出来，撕一张出来。啊，因为我的脚跟人家真系不一样。我的脚跟人家不一样，所以没办法，从小到大其实皮肤干燥，又不跟原创波鞋觉得很热很热，所以变成我比较喜欢穿拖鞋比较舒服，所以又怕它离开的时候也是很痛，甚至我想到那个方法了之后也是不需要穿包头鞋也可以了。那将我将胶纸打开这个幅度撕下来，然后呢两只脚也是一样，同一个方法做两只脚，
然后停止一点，啊，将它，啊，一份，啊，捞一份，然后将它连下去，哇，你当然连得好看点了，让我赶时间，比较呵呵做得给你看，随随便便。那，当我们呢度包住咗之后呢，当它离开嘅东西。大概如果保持两天至三天呢，也不需要温的，除非它拖出来，你最温最磨，磨一下最黏，就比较的久了，今天这个不痛，这个也就不会痛了。所以那个方法是最好的，市面是没得买的。所以我今天很大方告诉你们，还有你们看到我刚才用剪刀啊，你想不想用刀？学的一样省钱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剪刀呢，好多人呢，包括我没有发明的时候，我也是丢的，一点点啊，觉得不锋利了，丢了。不管它是什么剪刀，真的你不可能最用了嘛，如果还不锋利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磨，也是头痛嘛。所以当我发明那个磨的方法，我告诉很多朋友，每一个朋友都说，真的很好用，很省钱，用的我剪刀还。断了了，才不要的，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很简单的告诉你，其实个剪刀就是这样的，有里面有外面的，那边是切切的，那边是尖的，没有切的，那个切切个边呢，然后你拿一个磨的三角形的磨的，然后，因为我们剪东西的时候剪过去，跟我们磨的时候呢，要怎么磨呢？我跟它的相反的方向啊，这样，当我磨东西就磨过去，剪过去，我磨的时候就跟它相反，磨过来，再磨过来，觉得不错了 ，OK， 水不够，磨多几下没关系，啊，磨多几下，然后再反过来，那边，啊，你们磨错了，那边不可以磨的，磨那边，切那边。啊，我记着反跟剪的东西刚相反，磨过来，还不够，磨多几下，磨多几下，还不够，继续 ，OK， 磨到我满意为止 ，OK， 磨到满意为止，啊，也是可以拿把剪刀，如果没有东西没关系，拿把剪刀刮。跟你感觉有点啊还嗨过啊，再继续磨一下，磨到你满意为止，因为你感觉是最重要的。这样磨到你满意为止，可能你怕很久没有磨了我，所以平常我也是浪费一点时间在里面，没关系 ，OK， 有点傻线了，OK， 没关系，我拿一个东西试给你看，哇，不错。不错，还有我种喜欢一样东西给你看的。